Paper OK。僵尸是那些有个毒红心的怪物，死亡时会爆炸释放毒气，环周围毒。这边僵尸是不可以被毒杀的，他们反而会用毒治疗。OK。首领怪物很难击败，没有一个，每一个都有多个阶段。当一个首领部分越多，被击败的奖励就越多啊。当一个首领战分的阶段越高，每一个阶段之前，首领都是无敌的，直到他们特殊。所以嘞，我要怎么用？太强了吧！永恒荣耀。奇怪，这到底什么游戏啊？我好好奇哦，再去看一下。他现在商店页面不给我看。哦，有了。到底什么？这个游戏要钱？奇怪，这个应该是。是慈善包买到的吧？蓝鲸是干嘛的？受到的伤害能力，使用法术。哦，每当你升级一点时候，用蓝鲸，另外一种可以进入大锅。提取大锅中的材料，你需要酒吧的人员聊聊。即使你的大锅里面的东西都丢大锅里，不是？哎，即使你的大锅里面的东西都丢了，大锅里面的事情不是丢掉？嗯，开始游戏。恭喜灵活游戏可用，灵活游戏可以在那边用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开始游戏。
点击盾牌图示来对战召唤三人武将，盾牌召唤三人是无敌的。哦，所以现在无敌。啊，你要什么时候才把我盾拿下来，先生？点击盾牌图示来对抗呢？要点哦，要点盾牌哦。啊！怎么好笑？哦不哦不哦不，什么鬼东西？哦，最近昨天啊，因为他们迟到，然后我在等他们的时候，我载了一个手机游戏，还蛮好玩的，叫我的功夫什么？然后叫什么？看一下哦，那个游戏叫《我的功夫贼六》啊，不是啊，结果就是因为你们我才载那款游戏来玩呢、啊，是还蛮好玩的啦。装备，嗯，什么意思？解锁成就，臭臭的。那也不谢你，谢你啊。
你可以随时从界面回到。哦，我可以随时回去哦。嗯哇！不够了。哦，这个意思哦，那换这个。加这个啊！魔法大锅，什么东西？要回香港了啊！不要回去了啦，卖东西啊啦！哎，你们昨天有去逛那个吗？我想说。那个淡水那边有那个圣诞的东西，他昨天叫那个赶快去拍一拍，去玩一玩，机会难得。干嘛的、啊？哎呀，给予一个敌人进行额外的打击哦。回去喝水，喝水。太暗了，不是吧？那个灯光板就是暗暗的才拍得到啊！你那么亮拍，你是有病哦？干嘛？如果周围只有一圈，那么就是无敌的。当你掉入无敌之中。哦，我要进去圈圈，是不是？哦，这把不错哎。回到小镇，继续。哎呦，
好。好啦，我们回求真的五。你可以游玩盗贼跟法师，好，那就继续。首先混合的是第二，你可以随时喝它。这干嘛的？每当你在地下城找到一个新的人。Living souls venture into the depths under the cathedral, as this is the realm where the. Greetings, traveler. 你好，旅行者，我是吉普赛算命人。我确信你已经。And stay. In truth, I welcome back, my friend. I'm sure you've already noticed how things have changed. 如果不是我大人，我的老家伙，魔法卡是字好多、哦，他们代表了一种神奇的魔法。那我们到正题，卡牌是万能的。Even more so in quaint places like this town. 补充卡牌。等我一下，我今天一直要滴眼药水滴到忘记滴，不然我眼睛前面飞蚊好多。等我哦，等我五分钟。休息时间，等我一下。今天晚三点还四点要滴滴，到现在我忘记滴。只要滴滴滴要睡着。刚眼睛有点痛，所以一定要滴眼药水。总还有惊叹号。missed me already？ 一定要喝吗？不想喝哎、欸。啊。哦哦哦哦哦 Animated cadavers are capable of experiencing only the most base effect. Ah, so you came across a rune? 从头吗？哦，不是。我觉得这游戏。你可以固定你的位置，并禁止攻击。通关下固定默认 shift。你可以通过 ALT 来显示物品名称，或者用什么鬼？
哪颗剑啊？哦，这颗剑哦。哎，不对啊，是哪一颗啊？哦，切换大小写了，白痴哦。然后 shift 哦 ，shift 可不可以动了？我要死了咧，把你卷走，变什么？中毒会持续散在那个红星球下方。当恶魔发光时，快速点击魔法球来缩短动作时。哦。红色斧头，我们等一下来斗争好不好？我都快睡着了。